年的时候呢，微微参加过吉尼斯的中国之夜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，来，这个就是微微。他是用手掌心吸易拉罐汽车，创造了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这是当时精彩的瞬间啊！看到这个小片，真的感觉到非常的震撼。这个小汽车有多少重？在一个你手的力量有多大？当时我吸的呢是1.2吨的汽车，这个手上的力量究竟能吸多大呢？我现在没有测试过。但是我曾经能吸过2条易拉罐八宝粥，大概的重量是在17.5公斤。吸星大法得吸人，大人啊，就是啊。这样，雷老师，如果吸您的话，我愿意尝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好，稍等，稍等。是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有3个挑战者，你要把他们仨吸动换了，比吸我那难度大了去了。那行，让他上来吧。有请三位美女。可以，可以。不是，这我是来自刘家药中医医院的胖友，我叫桑田，今年19岁了，我的体重是190斤。哇，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笑笑，今年23岁。大家好，我叫刘英男，今年24岁。好，你们仨都是在一个这个减肥的胖友团里的是吗？对，是的，我们是组团来的。为什么会想到到这儿来呢？因为我们想过来尝试一下这个。给他点颜色看看是吧？是的，你看看，这牛皮吹出去了，火车也要推起来了。这样吧，雷老师，这个我就换一种方式把他们吸走，行不行？啊，行。随便你用什么方式。三位老师，我就挑战一下吧，来吧，来，掌声。